这就是灌篮寺发起的一个花式投篮挑战，让我参加一下。花式投篮这个东西，跟我这儿这不扯的吗？谁能投过我呀？先来个最常规的啊！我来学着点，就我这几个动作你都来不了。投篮，我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投篮最简单的。腰不行了，还得扎腰去。最后一个，这球谁进去？谁进了？看到没有？就非常轻。